这地方可不一般呐！啊，前窄后宽，富贵如山，这是正常风水啊。这这兄弟用这一套，怕是害怕兄弟泄露，镇不住里边那位啊。 知道了吧？自古以来啊，民间就信奉火能够焚尽一切污秽，民间也有快火盆的习俗。象征着焚去污秽，以洁净之身入门。所以啊，虽然看上去是死路，但其实却是生路。不对啊，这天上那么多星星，但是没有月亮啊。对呀，月亮呢？ 你在干什么？太君，这脸盆大的夜牛柱，这可是宝贝啊！山在前，火在后，日月星辰，大千宇宙，山火，日月星辰，动物，祖先。这里的机关是根据古人的自然崇拜设立的。 来这么手，三叔，别碰他！这可是宝贝啊！这，大家小心，我们还在墓里。
小鬼子，小子什么意思？还搞什么火呀呀？太绝了！我也不知道在野营中吃几关呢。小鬼开心，你们就在不停的搞小动作。现在，乌达夫他们不见了，你们已经没有理由下去了。太君饶命啊！将军饶命！三叔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跟小鬼子讲什么？有种就杀了爷爷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死。你给我闭嘴吧，爷！太君，我也知道怎么进主墓室，我给你带路，叔。喂，继续坐。